出生开始，我的人生似乎注定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倒计时。两年前，我哥哥24岁生日没过多久就进了医院，可我已经去世的母亲一样，都是在24岁患上家族性的精神分裂病，只剩不到半年就是我24岁生日了。如果24岁是我们家无法跨越的终点线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结果。搞错你，点揸车噶？做人咁恶，因住嫁唔出啊！你撞到只狗啊！做人咁恶，因住嫁唔出啊！安全意识噶你，你知唔知呢度边度啊？老师你好，我是李佳，医学院精神病学硕士。哎，老师好，我是王千仁，我来报道。怎么又是你啊？王千仁同学，你已经报道过了，赶紧走吧。不是，你登记错了，我刚刚才来的。Security, take it away。老师，你再看一眼。Security, security。真的？老师，你一定搞错了，一定会有我的名字的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你要走的话，我就跟你一起去死！同学，我真的不是王千仁啊！闭嘴！神经病就是，当初王千仁，我竟然都死了快1年了，他好像不知道。我差点去死啊！看着我！你们要伤害我，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，听见没有？放开他！住嘴！警官！再过来，我就跟他一起消失。别动！别动！千人。同学你好，我叫石成，乳名阿成，解剖学3年级，非常的配合。不好意思啊，不是，朋友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就是想了解你。我刚才你英雄救美，我都看见了，你是怎么判断那铃铛有问题的？他穿了女装，说明对自己的身份有认知障碍。从行为语言判断，应该是感情受创，而且他对铃铛声这么敏感，应该跟他的应激源有关。Respect。我叫阿成，想请你帮个忙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赶时间，我得参加新生见面会。哎，不是，手都断了，握个手呗。
同学们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，先坐下。首先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呢？这个专业收入高啊。那你可选错专业了，心理咨询才更赚钱呢。你呢？这个行业竞争小，好申请。哲学系更好申请。这位同学，你呢？ It might be extraordinary profession. 好好好好好。哎，这位同学，我老多朋友尴尬。这位同学，你呢？我想从事精神分裂方面的研究。具体点。精神分裂的形成原因有七个理论方向：思维、行为、家庭矛盾、社会环境、本体与外在分离、心理因素、生理神经以及遗传因素。好，再具体一点。精神病患者家属的患病率比一般人高6.2倍，精神分裂病子女的患病率高达33.2%。我想知道，基因和遗传因素是否真的更容易让人有精神分裂？我还想知道，这么高的患病率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？太好了，同学，太好了，你来对地方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再说一点，具体，再具体一点。还有吗？还能再具体吗？你是谁？你说的太好了，同学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同学们，这是我安排的一期小测试，请坐吧。看来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发现异常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其实精神病患者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唯一要研究的就是 logic， 逻辑。他们的逻辑是什么？我们的逻辑又是什么？我才是大家的导师，我叫陈明轩，大家好。这就是陈明轩，我的硕士导师，医学院精神病学的资深教授，一直从事精神病遗传方面的研究，这也是我来香港的原因。如果我体内的精神分裂遗传基因是一个定时炸弹的话，我希望它是我的拆弹专家。2:30之前确认宿舍房间，现在已经快6:00。对不起老师，刚才发生点意外，后来又见了导师。同学，你可以更早一点来报到，学校宿舍紧张，没在规定时间确认就默认放弃。你申请的宿舍已经指派给替补同学了，学校网站每个月都可以申请宿舍，你再试试吧。那我这个月该住哪？恐怕得你自己解决了。喂，同学，从哪来的？无锡。老乡，侬好啊！我老家上海的，可惜还没回去过。无锡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，无锡的排骨可甜了。哎，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我这铃铛可厉害了，可以辟邪哦。辟邪还被劫持，所以遇见你就没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是那个铃铛刺激的那个神经病？观察。所以呢？没有所以。没带网络申请宿舍？申请了。可以去了。拿了 Graduate House 的 offer。学霸呀，一般得过奖、发表过论文、专业成绩特别突出的研究生才可以申请 graduate house。那你现在为什么没宿舍啊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？都6:00了，要是有宿舍的话，谁会拉着箱子在校园里闲逛啊？预算多少？给你介绍一套房子吧，很便宜的。你是哪个专业的？哇，房子真的很便宜，我跟你说，3999，不到4000块钱，而且是港纸。你不会觉得贵吧，大哥？你申请的 graduate house 一个月也要3000多，就算是学校最便宜的 Marsden Hall， 一个月也要1800，还那么小一间，鸟笼似的。我的那套房子带独立卫生间和厨房，还不到4000块钱，重点是离学校还很近，哇，真是太划算了。那为什么这么便宜呢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我告诉你，一，我了解香港房地产；二，我了解你们大学生；三，我乐于助人；四，天很快就黑了，你想流浪街头吗？那边有个 shopping mall， 还有个电影院，这条街好多吃的，还有个大超市。哇，你也看到了，离你们学校特别近，走过去10分钟，
坐大巴就三个站，离中环也很近，坐地铁两个站。明白。哎，这个是你们香港的老建筑吗？哦，对呀，香港老建筑很多啊，走，来。刚收拾屋子呢，好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先收拾屋子了啊，晚安。陈教授，你好，我叫李佳。李哥的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好。你申请我研究生，是不是想我给你一个答案？是不是想知道自己遗传精神分裂的概率有多高？其实，不管患者的病情跟衰退程度有多严重，他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吗？看见喜欢的会开心，遇到困难会烦恼。我从事研究20多年，有一个问题我不断地提醒自己，精神分裂就等于扭曲的人生吗？陈教授，这是您给我答案吗？李佳，我现在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，但是我早晚会给你一个答案。
可是我怕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。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。谢谢沈教授。沈教授。哎，小兰。啊，刚才见您在和学生说话，就没跟您打招呼。就是那个学生吗？估计他还不知道您为什么招他，还批给他全额奖学金吧。家族遗传，母亲去世，哥哥精神分裂住院，他自己就是精神病专业的高材生。听起来跟波尔萨的情况一样。这是波尔萨这个月的病例报告，没有什么好转。如果他是第二个波尔萨呢？我不在乎结果，只重视过程。我先出去了。听说你宿舍没了，我陪你找房子去啊。我已经租到房子了。怎么可能？石城，解剖学三年级学生，照他说的中学去了北京，后来又去了国外留学，所以他是个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本地人。他看起来很热心，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不太靠谱。李佳，你住高阶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能住高阶呢？这儿以前是麻风病医院，英国人建的，后来日本人来了，改成了刑房，吊死了很多人，数不胜数。之后又改成了精神病院，没有一个病人从这个里面走出去。那边是佐治武士公园，以前就是个乱坟岗，只要这儿有人死了，尸体就拉到那边去埋了，每天都有尸体从这边拖到那边。你知道吗？这地方不干净，这个地方太诡异了，全香港最凶的地方。李佳，你别在这儿住了，赶紧搬走吧。我不再送你了，你好好保重，我先走了。